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龙啊，很高兴给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带大家又来到了我们的外母樱桃园啊，樱桃在十几天就要熟了。好了，进入我们的正题，抽奖马上开始了啊！今天呢是2018年4月20日啊，沙龙以后呢会在视频评论区啊，每天抽取3位精彩的评论啊，给大家互动交流啊。有幸被沙龙抽中的幸运粉丝呢，将会获得由我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，土特产我们这边的。希望粉丝们呢，在我们以后更新的视频里啊，能踊跃的积极评论啊，点赞转发，说不定啊，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啊。好了，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啊，看一下哪三位幸运粉丝被我抽到了。恭喜这位叫做百合的这位漂亮的小姑娘，她在那个我们农村沙龙就是出的那期视频里评论道：沙龙可以送我箱核桃吗？给孩子补补脑。行，恭喜你啊，你抽到了。再看下一位，这位叫做长老坐稳了，在沙龙的那期评论里评论道：我下个星期一生日，希望大伙给我一个赞，也祝龙哥视频越来越好，只求一生日。首先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们会更加努力的，积极的拍好视频。再看这一位，最后一位是叫做北京六公子啊，恭喜你，他在沙龙的视频里评论道：就爱看你这种视频，切合实际，拍的还不错，开播一定去支持你啊。好的，谢谢。恭喜以上3位朋友，请尽快与我联系啊，给我发私信，可千万别超过48小时哦。如果超过时间不联系我，我们就视为自动放弃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希望大家以后在我们以后更新的视频里面啊，积极的发表精彩的评论，评论越精彩啊，抽中的几率就越大，说不定下一个中奖的就是你哦。好了，欢乐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啊，又到了给大家讲拜拜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沙龙啊，今天来到这个大娘这边的自己散养的这个草鸡子，给我们甲壳，年后甲壳，自己养的呀？自己养的。养小母鸡多啊，是吧？母鸡多，公鸡少。你这养了卖吧？卖。卖鸡蛋。卖鸡蛋，草鸡公鸡卖。你草鸡蛋怎么卖呀？1块钱一个。1块钱一个，这个是纯草鸡蛋哈。草鸡蛋，真的草鸡蛋，自己养的吗？那个，你公鸡没得养多长时间了？今年了有？那公鸡一年。一年了。一年的小鸡。哦，这个得多钱呢？今年价格上点那个26-27吧。26-27。哎，你看我那天在楼底能问的是，也是差不多，能17-18，能价格。17-18是那个嘛，那个。喂饲料了。另喂饲料，他那是红脚。红脚，哦，这是草鸡。这是草鸡。这是草鸡子。咱过来看一下，这边的草鸡子价格是26-27。哟，这边这个井啊。我那边这个井改天喝了，古200年了，没改过。哎，对了，这个鸡都是河南水的。哎呦，那喂饲的结构好了。这口井啊，大家说200多年了，没有干过。这里边草鸡子啊，就是喝这个井水长的。你说这个鸡得够好吃的。小鸡一般都是喂嘛。不喂饲料吧？不喂饲料，光喂饲料。哪有钱买饲料给他井啊？可是，一天过的全都是喂这饲料。这个比喂饲料强挺多的啊。我管的挺空闲的，就光的让这个。鸡蛋挺好。俺没出去买过这些鸡蛋。都是搁来买是吧？搁来买。要是要是粉丝这个有愿要的话，我都基本搁来买。那边还有养鸡场的，那边更大。您那边还有个？那边是俺们类似的。俺喂了300多个。嗯，300多个。今天有湿的话，有就是这样。嗯，就这样。嗨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天气不错，狂风暴雨的。
人家开玩笑，我们没事在这吃西瓜。今天我大哥又说了个新的配方，让大家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比如西瓜钓鱼，我第一次听说。大哥别吃了，给大家讲解一下。这该能做呗，老妹儿。来呀、啊，就西瓜，西瓜吃完之后的西瓜皮，照切开，红白相接触，就这个位置。不是说这个西瓜这个瓤多留一点吗？啊，那无所谓。大哥做的方法他也实践过。是我。你最大用它钓过多大的草鱼？一般钓这种十多斤的草鱼，五六斤的草鱼都钓，最大的钓了17斤的草鱼。这个西瓜特别甜，咱不知道这个西瓜还有这个作用，能用它吃完之后可以稍微弄一下就可以钓鱼。那个就是用这个钓，就是光看草鱼啊，鲤鱼也是，草鱼效果很好，因为这个季节草鱼吃点多一点，钓具甜肉。这是我们吃剩下的西瓜皮，我们就用它把它切成就这么大块左右吧，装进网兜里，拴上石头，把它坠到水里，你的钓点，坠到你的窝点，用这种刚才切的这种红白相接触，用它钓草鱼效果非常不错。鲤鱼也行，鲤鱼也可以。我不会吃了。现在下的暴雨呢，下完雨之后，我们用这个方法去试一试，看能钓上鱼来吧。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天热了，大家注意防暑啊。钓鱼的网友们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和我上路啊！我哥这边又寻到了一批院士，在山旁装啊过来，我看能挑什么好照片来啊？准备挑两份。推荐的真不错，一样，纯眼哎，纯眼。哦，怎么？你看，怎么？就纯属山谷里打的人。怎么真是那个眼啊？我愿意能够。这个造型有点不大么个，这个石头。是天然的。这是天然。这不是一个马吗？这是个马的，这个马怪香呢。这个马寓意挺好。大家看看你。这个真不错。嘴的挺像马来的。小牙，你咋弄了我这个是吧？这不是鱼吗？咱们没开钓的，这个是个鲤鱼条龙尾。不，这石头是黄金尾鳞，是石头。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还真有那么个意思啊！你看，整体的画面这个感觉。这是一个大海，看到没？这个鲤鱼从这边跳过去了，这个鱼挺肥啊，是怀孕了。三个鱼有鱼籽儿，这是怀孕的鱼籽。这一堆石头，我也不往里挑了，里边那个都太深，也不好扒了。这两块不错，这个咱那个配方多少？咱得多少钱？这个啊，咱有。这个配方多少？再有，咱自己内部价格得千把块钱。两块。对，要是那个在泰山啊开店，下不来得过一天。好朋友们，这两块石头就是配完底座是内部价我们的。这个石头啊，就是看人也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没有定义这东西，喜欢就值钱，不喜欢又没有事。所以说大家感觉这两块1000块钱值不值？或者说有喜欢的朋友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我也拍过好几期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人家不是两块一千，人家是1块1千。1块1千。你拿着那块，你拿着那块，你走这儿，拿着我收你6块钱，我给你配上桌收你7呗。这一块。哎，那块小点儿，小点儿。你是把大堆的找出来。对。哎，我固定在家放到那个展销房子柜的。哎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大家觉得我这个石头值不值啊？或者说有喜欢的给我留言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石头。拜拜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沙龙啊。听说我大哥今天来了一款新的钓鱼竿。
好，拜拜。